国会揪出向媒体检举泰亨贿赂党代表的人。今天起，我将辞去国会议员一职。代表捐了30亿，你拿了我的钱吗？以后不要再踏进我家一步。要知道他到底是受到谁的指使做这件事。您已经一步步深陷不可自拔的泥沼，感到生不如死。是你威胁我吗？对吧？还有谁会做出这种事情？我不止不喜欢，而是很讨厌你。只要看到你，我就会想到你英姐。未来戏剧台秘密之家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